四格，我的三格，所以感觉不是很强。四格五其实新游戏加才有的嘛，我并没有开第二轮啊，所以是同一轮里面的。有新武器，不过蓝水晶，我刚才有看到那个拉久的弓好像会变强的，我觉得还感觉应该蛮厉害。其实已经在长颈兽附近了，先去开长颈兽好了，不要摸黑在那边跑。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药草。Atomic? What did it take to knock one of those over? What about the last? 哎，这个场景都是死掉的场景是吧？而且好多好多好多的敌人在这边守着。我连想要开个长颈兽都不得安宁吗？哇，他那个会扫描，躲不掉。我觉得要重来一次。哇，好热闹，在开会。原来如此，我打扰到他们开会了，难怪他们要生气。算了，放弃这一只。隐藏的猎人，哦，他靠过来了，换近距离。光阴了吧？机械兽附近有一位女猎人，大家准备好，表示附近有一位女猎人，大家准备好去她，然后就被我打死了，哈哈哈哈！I'm ready, gotta be.
居然没有掉下来。哦，杀死杀死杀死。下来下来。好好好，擦掉了。有新技能哦，有，我要点。不过应该还没有新的技能点数吧？对啊，还没升等。它会有一种踩雪的感觉，踩雪的感觉。哦，雪好大哦。那好像跳不到。Anything my focus could reveal. Looks like the scavengers ripped out three. 拆掉了三个重要零件。If I could bring them back, maybe I could even reactivate it. Get over what's inside its head. 所以我要找零件。居然还要找零件，真是辛苦。零件又没有破坏者，有完没完啊？真是的。没有做什么，我很乖。哇，打到壳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完全都被发现了。这边的破坏者都直接拿矛打他，这个比较强哎，羡慕嫉妒，因为可以玩这个吗？我力量很不乖，我哪有不乖？我很乖嘛，我哪有不乖？那不乖，我很乖啊。哦，大师来了，大师来了！哎呦！大师怎么那么强啊？This will help. 我只是想要藏紧凑的零件而已。一定要这样子吗？我扫一下那一只是什么？哦，是火兽，一般的是火兽。我可以覆盖它吗？不行。所以代表他有新的炼珠厂。我把他跳起来给他看。
来来了。我试试看，一般的会不会比较好冰一点？我是不是没有装到冰的线圈啊？我还是很怀疑耶，怎么这么弱啊？没错啊。冰不起来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管他了。第一个零件在这边，有新的地图区吗？有，我现在就是在新的地图区这边，从这巴努克后面上去的，还蛮大一块的。下一个吧，下一个。I need this。这是地雷！哇！神电力回复，我觉得我拆的还蛮干净的。啊！补血补血！哎，有枪！有枪！哎呦！我没有空捡枪啊！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小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